彰化是全国稻米产地最大的故乡，拥有全国唯一稻米博物馆及国内三大知名米商品牌。在每年农委会十大经典好米选拔中，彰化米更是年年荣获国家肯定。县长竹博元表示，只要树根扎得深，不怕各界来审视。我们彰化的稻米啊，一向啊都有很好的名声啊，不仅是安心、安全、健康，而且又是美味啊，可以外销到全世界啊。我们台湾的消费者啊，很有福气啊，不用出国啊，就可以吃到我们在地的粮食米啊。我们彰化呢啊，在历年的十大经典好米啊都能够入选哦，这可以啊看到我们彰化稻米的优良的品质以及实力。嗯，我拢改这样啊，那看吃感觉怎么样？哦，非常的香甜，非常的香甜。啊，要叫我讲个试试，叫姜花米的姜花饼，两个好讲。哎呀，嗯，各种叫，我三面拢有姜米啊，汤。吃彰化米长大的卓县长重视县内农业品质。自就任以来，积极辅导农民，协助推动彰化优先品牌，不仅让全世界都看见彰化县的优质农特产，更成功打入检测标准最严苛的日本市场。卓县长认为，只要平时确保检验把关与管理辅导，自然真金不怕火炼。面对乌龙质疑，卓县长力挺彰化稻米，与各界一同厘清真相，相信民众消弭心中的误解之后，依然会继续选择安全挂保证的彰化好米。公益频道林俊明彰化采访报道。